是的，没错。最近开始来介绍英雄，好不好？尽量把这个等级给弄上去。那今天就继续讲英雄吧，来阿瑞斯。阿瑞斯他的技能是什么呢？OK， 我们看一下正面的样子、再跟你们讲一些传奇角色。主要是看到外观，顺便技能看一下。非常的帅哦。失败就一直重，一直刷。我们今天至少再升级一个东西哈，还没东西可以升。日常是什么？排行奖了吗？是我那我可以多放一只了，我都不知道。他刚才没有显示哦。四等，六等，六等了，五等，这边看一下哪边可以合，好过了啊、所以打输就退回去这样。那我们可以自己选择我们英雄要的位置吗？好像不能他就是要站那边啊。有什么办法？